弟欢上公司女老板，他说要跟我用一个宿舍。老板，你这咋不打招呼你就进来呀？不是，你这屋都变成啥样了？你不要收拾一下吗？那还有啥好收拾的？我都要搬走了。你为啥要搬走啊？因为你一点不尊重我。我还哪不尊重你？我这员工宿舍我给你住着，工资给你开着，我还哪不尊重你？吴光膀子呢？你这大老爷们你害羞啥呀？你穿上吗？找我啥事啊，老板？是这样哈，咱们公司现在员工宿舍不够住了，以后吧得两个人住一个屋。啊，那我跟谁一个屋啊？来，进来吧。老板方便？对。那我跟他忙活就行了。那你先回去吧，老板。哎，好嘞。啊。你回去干嘛呀？哦。哎，你躺我床上干嘛呀？汤姆一位吗？咱俩一个屋。啥？那他是干嘛的呀？送妹的呀。你啥呀？这是你经过同意了吗？你就住我屋啊？还你住？这是公司的，公家的。那也不行啊，这就一张床。公司你家开的啊？你说啥是啥呀？那你在这，我回家去。哎，谁把门反锁了？不知道啊。把钥匙给我。钥匙不在我这儿。那在谁呢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俩先凑合一下，明天我给你问问。你现在问不行吗？哎，困了。不是老板，你在这儿我也睡不好啊。麻烦帮我灯关一下。睡了吗，老板？谁呀？哎，大半夜谁敲门呢？不知道啊，说是来送钥匙的。我都说了，别来了，别来了的。把钥匙给我。